有两份情人节套餐，还有一份鸡扒饭，谢谢。哎，佳蕾，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？我和他其实是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的，但是上次不敢追他，直到大学过才敢追。哇，为什么拖这么久？呀，知道啦，平时是给人家追，这样靓仔，人家会很愉悦嘞。那后来，我也不是鼓起勇气跟他表白咯，怎知道他一开始已经喜欢我的，只是他没有跟我讲没有吗？哦，哎，这样你们呢？我们啊，其实我们在网上认识的。一开始我不相信网恋，觉得他很不真实。结果有一天我约他出来过后，才发现他那么帅。所以你是因为他帅才跟他在一起的啦？这样也不是啦，我是因为他我才跟不喜欢的。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不赞成我们在一起，可是我还是坚持了现在。哇，你们两个虚到。哎，亚斌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恋爱史啊？喂，伟龙啊！哦，好好，我现在下来，我现在下来。我们讲哦，阿斌啊，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他的爱情史啊，有没有可能是这种人呢？肯定是啊，刚才那个一定是男朋友在跟你们讲。你们没有证据，不要乱讲啦。四个早就认识了，只是不要引起别人注意，我们就假扮情侣哦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啦，陪你这样久，就这一餐我们请你啦，以后我们就是好姐妹了。哎，荣，你怎么？我也要跟我姐去看亲。没有想到我在情人节当天跟我分手。事情就是这样喽。